大家好，我是周淑菲，很荣幸获选为一二学年度教育部敬培计划建筑与景观组的学员，前往法国巴黎进行为期一年的培训计划。计划分为学校课程与事务所实习两个部分进行。上半年来到法国建筑学校 Ecole de l'Architecture de la Ville et de l'Équipe Paris Est， 以 Airhouse 面学生的身份参与 Lesson Squad 的设计课程。我选择了 Simona 老师的 Digital Position Studio， 以批判性的眼光重新定义当代博物馆展览空间与艺术作品之间的矛盾关系。此外，我也选择了不同年纪的选修课程，像是中世纪艺术史、基础建设与设施、城市理论与导览等等。下半年来到 Lipsky Hole Architect 实习，事务所是由 Florence Lipsky 与 Baska Hole 两位建筑师主持，案子以法国当地为主，也会参与一些国外进图。我主要参与 Yves Gagier 的 PCM 与 DLC 以及 Leon Gauffier 的 RBS。 实习期间也进入法国工地观看施工方式与现场状况，实际进入法国建筑的工作环境学习，更深入地了解许多实务上会遇到问题与解决方式。学习之余，我也参访了许多展览与著名的建筑案例。在这个拥有多元文化与艺术底蕴的法国，保有城市样貌的同时，也有许多建筑师在扮演着实验的角色。如果想看更多作品，欢迎各位莅临我们的成果展。